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白云机场，早晨现在是5点多钟，我坐最早一班航班6点半的到三亚。哎，这个早晨这个航班机票是最便宜的，白云机场大呀，老大了，这大机场。我刚才向王宝强是带了半瓶那个橙汁儿，我寻思别渴了，别中毒低血糖啥的。然后到安检那块，他说要不你扔它，要不你就喝掉。后来我站着把那半瓶橙汁喝了，哎呀，想想挺好玩。现在去往候机大厅，这白云机场真大呀。现在开始登机了。哎，你好，欢迎。女士，请您明确行李架低点的放对靠部座，各自摆放行李。放行李时，Your seat number is indicated on the edge of your overhead bin. Please put your luggage in the overhead bin or under the seat.这一声，放心了。我这个绿码啊，在广州一直没弄好，然后到这边这个机场工作人员帮我弄的，把这个绿红码变成绿码了。他说就是在支付宝里边弄一个东西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了，现在准备去找车去。现在地面温度是27度。从广州是早上6点半飞机起飞的，到这个三亚这落地是8:15。
一个多小时时间。我走时候小鳗鱼还睡觉呢，他昨晚告诉我让我叫他，然后我说你就接着睡吧。今天他是和他小朋友出去玩去，在广州有朋友，完我们俩就在这个广州分开了。我说我上三亚，他继续在广州再玩几天，然后再回家。吃点方便面，又隔离了，又开始隔离生活了。吃方便面，双汇火腿肠。我就是这没买着黄瓜呢，这叫点外卖买黄瓜，黄瓜买点西红柿啥的，再对付几天。还是中午一天吃一顿，晚上不吃，我这减肥。这段时间一直是中午吃饭，晚上不吃。吃了啊，谢谢大家。